高美国小小朋友对着屏幕的中路，用着手机来唱着歌，为西拉雅文化节甲族群音乐会的宣传记者会来开场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要学习一个语言或能够使，必须要使用它。那使用它的最多的方式就是靠歌曲。那我们很乐于见到我们圆明会好、跟我们所有的族群一起合作啊，对于西拉雅文化节以及我们这个族群音乐会的一个推动。主办万一第十档的西拉雅文化节，今年分别在新华林场、甲市府西平，而且西拉雅广场举办着两场活动。市长文提表示讲，希望透过音乐会甲文化市集，予大家认识着关注闽南语言文化嘛，亲近着西拉雅族。西拉雅族获得地方官方的一个认可，对于原住民族的认可，目前为止只有在台南，而中央的证明还在努力中。那其他的县市也还没有。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要把这个部分逐步逐步的，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证明的活动也好，对于文化的传承、语言的这个推广，我觉得都会有加分的效果。今年这两场活动分别在十一月十三号甲十一月二十号，邀请到几啊组关注民歌手团体来再来演出，就边个配合的文化气质，节目是相当丰富。几乎都欢迎大家做位来参与，见识到关注民族文化特色甲热情活力。南天新闻台以上，几乎采访报道。